哇！帶住佢哋去玩啊，去捉青蛙、捉蝌蚪啊，咩咩？捉蝌蚪。咩咩？介紹下先，你叫咩？我叫咩？咁我咧？你介紹下隔離。媽咪，臭慧珍，我媽咪。媽咪，隔離媽咪。係啊。路向啊，有一次就有一位朋友介紹我哋入去。以前的我和而家的我有冇分別呢？咁一定係有啦。因為以前咧，我啲仔女都咁大啦，咩咩都咁大啦，咁應該係我好悠閒嘅日子應該嚟到啦，係咪？咁突然間咩咩發生咗意外，令到我好似由一個好高好高嘅地方跌落嚟，跌落嚟咁樣。唔再諗啦，只要嗰低日，如果我能夠照顧佢多一日，我都願意照顧佢咯。即係到佢到我自己照顧唔到為止咯。我唔再諗以後會唔會點啊，以後會唔會點，我都唔諗，因為始終係我女，始終係我不如。哎呀！所以我有責任要令佢開心，同埋照顧佢咯。佢而家受咗咁大嘅創傷。坐咗身。所以我冇想到其他，佢做地產嘅，咁佢有貨我有錢喎，咁你係咪好好拍檔？咁我哋經常咧都會開會，咁開會咧我哋兩個食煙嘅喎，就會匿埋喺邊度食啊？廚房喺廚房食煙啊？係啊，蜜針唔係蜜針。而家咪咪受咗傷，我咧就希望俾得到一啲。妹妹我覺得妹妹開心的生活給她啦，我覺得呢陪她彈下琴啊，跟她看下相啊，同埋一有時間呢我回來陪著她坐在那裡一起看電視，那我已經覺得夠了。你覺得媽媽怎樣會很開心的？我開心，媽咪就開心的了。是啊，媽咪就開心了。是啊，我不病啊，我不病，我冇辛苦就得噶啦，你唔好咁辛苦就得啦。系啊，系啊，佢都感受到呢样嘢，真系，佢都识答。平时都有心情 down 嘅时候嘅，有时咩咩唔舒服啦。有一次佢跌断咗只脚，跌裂咗个膝头哥，咁点算咧？咁咧，但系原来咩咩咧，虽然佢系唔系咁知道妈咪应该点做，但系咧。原來我喊咧，佢仲辛苦過我喎，即係我一傷心咧，佢就仲喊得辛，仲傷心過我喎，你識得？係係，早上六八就雨天就，後來七十八落，年年都有工人，除夕都趕住恭喜你，恭喜你。到今晚青春。捉紧，说起了当天，琐碎是天真。若你感觉累了，开口不愿笑，到带走尽青春破晓，还会讲当天有点发烧，当讲出口会大笑，请将这笑话尽情去揭晓，追赶。这几秒，很想乱叫、乱跳、乱笑，毕竟大了，无负这心跳。生日快乐！系啊，犀利啊！系全收到你份生日礼物。